好可爱哦、喔，妹妹好可爱哦、喔，没有人理你的。不会啦，啊，你没有喂姑姑跟姑丈。所以他都会就会退化，两个要争宠。你要喂大姑姑，喂大姑姑吃一口，大姑姑请吃。啊，君君君君。大姑丈呢？你有没有说大姑丈？好的，喂大姑丈一个。我也会学妹妹在地上爬。对啊，他就会退化，两个会争宠啊。然后你们就一个疼一个、啊，它就不会计较了。你看太阳出来了，冬天的太阳啊。我怕他们流汗，然后风又吹就感冒。拜托，那你们身体有我差吗？我高血压又头晕。我们有一次去那个福山部落，我们不是在穿那个原住民的串珠吗？结果大家就会叫说这穿不过去，结果我们那团刚好有一个眼盲的，他就说那我都可以穿，你们凭什么穿？对啊，他真的是弱势，可能那零点零零零，可是他还是很努力在串，太厉害了。对啊，就很难看得到，弱势。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哦，哇、哦，你好可爱，你看你妹妹那么好，那个不要，那个不要，不要了哈。你妹妹，你看对你多好。所以你看，小朋友的饼干有一半是不要的，是不要的。哦、啊，妹妹要喂你。哦，妹妹两个给你吃，你喂自己吃啊、嗯，他嘴巴还有。没有，他刚刚吃了。啊，自己吃。给谁吃？两个人早上吃这一包，现在最会讲就是不要，爸爸。没有，两岁到六岁他是反抗期啊。穿这个鞋，还有这个，自己会挑哦。还有穿这个鞋子，要自己挑啊。怎么办？长大都不可爱了。我要这个那个乌贼，那个他讲乌贼乌贼，对对，这是乌贼。他不会讲，他用纸的这个。你要吃这个吗？吃这个。两只鞋不一样，一起穿。吃这个。他会叫爸爸吗？会啊、哎、他最开始的时候会叫，他现在都开始都讲别的，讲这个，他一岁讲爸爸，一岁三个月了，快一岁三个月了、嗯、你要下来走吗？他好会走，谁最可爱哟。我让他走路好了，走路来。哇、哦、你穿那么多，你看以后就要赛跑了。